绍韦小婷是一名比基尼小姐姐，全国健美比赛比基尼拿过冠军的。我以前胖的时候啊，大概有150斤左右，虽然说我现在也有150斤，但是完全变成两个人似的。那会儿就很多人说我很胖，然后同学也在嫌弃我，也不愿意跟我玩，就是因为一些别人的打击，或者是之前男友然后离开了之后，然后对我心里面造成了一些损伤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去练一下，把自己变得更优秀一些。冠军的是138号袁小婷，恭喜各位运动员。我会大概每天花个1.5个小时的时间去健身，我已经坚持了2年了，真的就是当成习惯了。那你刚开始健身的时候觉得难吗？特别的难，我可以说就像下地狱了，我感觉。我想要变得自己更好，更优秀，脱开我之前的那个自我，然后改变成另外一个我，所以这是要能够让我决心下来的一个原因吧。这2年的话，通过他自己努力的话，他让我感觉到焕然一新，越来越性感，越来越迷人。